大家好，我是时空学院执行长王志宏。台湾的教育体制中，升学常被看待为学习的成果，但其实孩子的兴趣才是学习的动力。我是廖冠权，其实升学只是学习的过程，热爱所学才能有良好的学习成果。我是宋思群，透过时空研究学院的海外留学物理课程，能帮助离组的孩子找对方法，爱上科学。请锁定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.7 古道马蒂斯节目，我们空中见。